杀人，人杀，这是一定的循环。人的性命只有一条，不允许轻易试探。无奈呀，江湖名利对我来说已如粪土。自私的人性便是魔根，世上何人不是魔？你是一个活在刀口上的人，死你不可埋怨。这一回，你愿意向吾坦诚了吗？福儿在吾面前自尽，吾挽救不及。他的身亡，吾难辞其咎。为何不向吾说出真相？福儿曾言，他的父母亲人为魔者一夜所杀，全村只剩下他。然后呢？那名魔者就是你，萤火。关外回营的母亲要报名听信你臣都行耶。哼，怎么会不看啊，要懂我脑筋的杀机，就怪我无情不善。好，定要让你静息息不及上岸，你那么多好奇海东流宿命。接下来的道路你们便必须分开了。什么？姻缘至此，生死两隔，请珍惜最后时刻。你的意思，接下来这关是玩真的了？有入无回的生死战场。这，感谢。你为何继续坚持？梵天不能有失，墨云同样不能，我绝不放弃。为何疑我吗？一次都教习边疆运动，不错，你自以为聪明，只是多次的错。我对在你的身边，不是为了警察，也不是为了感情，只是为了实力。且想快走。此战过后，望天道主可遵守承诺，不再兴战。留神来，嗨！接下此招，道门就此称臣。行。天道主再现苍龙玄甲，情势逼上极端之际，皓月横空，剑破护龙气劲。玄甲护体被破，怎有可能？霹雳魔轰！